大家好，欢迎来到骏昌行无家者世界杯2019香港区筹款赛的现场啊。咁我哋依家咧就会举行呢、这个抽签同球例简介会嘅。我系赛马会青少年体育记者培训计划第一届学员吴俊康肥康。我系第七届嘅学员阿培啊。咁咧阵间咧我哋就会有一个好简单而隆重嘅抽签仪式啦。咁因为今年咧我哋就有33支嘅球队去到报名参加呢一个球款赛，咁所以咧我哋阵间嘅抽签咧就会将佢哋分成为8个小组分组作赛。咁同时咧我哋今日咧亦都好高兴咁请到足总嘅代表过嚟同我哋讲解一下今日嘅球礼嘅。咁不如事不宜迟啦，我哋将时间交俾其中无家者世界杯其中一个一开始嘅召集人 Alex 去同我哋讲两句啊。多謝大家。第一，今年是我哋舉辦呢個籌款賽以來第一次係由網上直播嘅抽籤儀式，所以都應該幾隆重嘅。咁尤其是咧，我哋今年咧亦都得到咧係有進昌行嘅我哋叫冠名贊助，我哋以前從來未試過嘅。咁所以我亦都好多謝，趁呢個機會好多謝進昌行啊。嗱，咁我都想講少少少少嘅歷史，關於呢個活動。咁頭先嗰兩位同學都講咗，即係我係其中創辦人之一。咁我哋喺2005年咧，同一位社工係我兩個人去開始做呢樣嘢嘅。咁當時咧，就係無家者世界盃咧喺香港已經喺世界上咧已經舉行咗，去到第三屆嘅啦。咁所以我哋頭一兩屆我哋係未有嘅。咁但由2005年開始到今天咧，如果計埋今屆咧，我哋將會係第15次，亦都係全亞洲區所有最參加得多嘅地區嘅。嗱，正如頭先所講，我哋有今年有33隊，咁亦都唔係話最多嘅一次，不過亦都係第二多噶啦。咁不過都應該大家會好高興嘅。不過我想講俾大家聽咧，個籌款賽咧就有兩個目的嘅。當然第一個目的就係籌款咧，就係籌備我哋班球隊嘅旅費啊。今年去嘅咧就係去到英國呢個威爾斯嗰個卡迪夫城嗰度。另外一樣嘢咧，就利用個籌款賽咧，就等我哋今年代表隊咧係可以實習到實際嗰個情況，因為我哋喺個籌款賽度比賽，無論場地球例咧係跟足無家者世界盃一模一樣嘅。咁呢隊我哋係點選出嚟嘅咧？實際我哋喺咧今年3月幾嘅時候咧，我哋就由有成10幾隊嘅志願機構，佢哋每人都派隊嚟。我哋首先我哋踢咗一輪，踢咗一日叫做我哋叫選拔賽。從選拔賽嗰度咧，我哋揀選咗有成大概有成20幾個球員，然後咧經過幾個月嘅集訓，係每個禮拜2晚集訓，直至到咧現在為止。咁但係現在為止咧，我哋都未選出最後嗰8位嘅，所以就利用個籌款賽咧，由我哋個教練團咧選出最後8位，因為佢只可以得八位係去嘅參加嘅啫。因為大家都知道踢4人賽，咁就所以我哋佢哋都只我哋得8位，咁所以希望利用呢個籌款賽咧，係可以選到我哋8位代表我哋香港去出賽嘅。嗱，咁今年我哋都算好彩咧，除咗有冠名啊，同埋有幾十隊，所以我哋今年咧就真真正正咧籌款啊，同埋嗰所有嘅嘢咧，就應該係好大家我算個成績算好美滿噶啦。嗱，咁我都唔想咗大家，我想俾進昌行嘅代表出嚟同亦都大家講幾句話。係，各位好嚇，咁我代表進昌行啦。咁我哋今次做呢個 sponsor 啦，可以話因為我哋老闆都非常之熱愛足球運動嘅。咁我哋平時早幾年啦，可以咁講，早幾年我哋亦都喺公司成立咗我哋嘅進昌足球隊啦。咁目的咧，我哋係希望可以俾啲同事可以同我哋多啲交流啦嚇，咁令到個心情舒暢啲，可能做嘢都會好多啦。咁另外咧，咁我哋亦都係覺得啦，足球運動咧係一個叫做互通交流嘅一個世界嘅共通嘅語言啦嚇。咁我希望咧就藉住呢個咁嘅語言啦，咁我哋可以令到帶動到呢個無家者呢個世界盃啦。咁同埋即係覺得呢、這個我哋無家者世界盃呢個活動非常之有意義，咁希望令到呢次咁我哋嘅捐款啦，會令到覺得呢班無家者
唔係被社會遺忘嘅一群，同埋我哋亦都可以俾到一啲温暖俾佢哋咯。嚇，咁多謝各位。接下來我們邀請足總的代表和我們講解一下毛家姐世界盃一些球例上面特別的事項，有請。咁啊，各位大家好啦。咁我介紹自己先，林志豪，係香港足球總會嘅裁判導師，咁亦都係亞洲足協嘅裁判導師嚟嘅。咁今日嚟到咧，就主要係好簡單講解一下咧，今次嘅比賽嘅一個球例嘅簡介嘅。咁啊，我哋等等有個 PowerPoint 俾大家睇睇嘅。好啦，咁呢個賽事其實講解一下就係其實同一個正式嘅比賽咧，嗰啲球例係有少少分別嘅，係主要係 fit 翻咧係呢個四人足球比賽嘅一個嘅球例去用嘅。咁頭先都有提過啦，主辦單位提過啦，呢個都係同呢個國際賽咧嗰個即係嗰個呢個本身嘅毛家姐世界盃咧嗰個球例係完全一模一樣嘅。咁我哋俾少時間等佢開咗個 PowerPoint 先，咁咧咁等大家咧可以了解多啲嗰個情況嘅。咁其實參賽隊伍咧好多都應該都熟悉嘅球例㗎啦，應該同之前都冇乜太大嘅分別嘅。咁好啦，咁啊喺呢個 PowerPoint 而家撈到嘅時候咧，咁我哋可以開始一路慢慢講㗎咯。好啦，關於比賽人數咧，其實係需要有四名嘅比賽球員嘅開始嘅時候，咁其實一名係守門員啦，同埋三名嘅場外嘅球員嘅。咁每隊最少有三名球員比賽啦，嗱，即係話咧，佢開始比賽嘅時候咧，咁必須有三名嘅球員出席。咁但係如果當時即係裁判認為嗰個時間已經足夠咗嘅話咧，都未有三個人嘅咧，咁咧就會被判咧就輸0-1嘅。好啦，咁每一場比賽咧都需要選一位守門員嘅，咁除非守門員係受傷，否則係唔可以咧就替換嘅。咁同埋咧，只可以喺中場嘅時間咧就替換守門員。咁而呢個守門員嘅係點樣選擇出嚟？就話佢每一次開場嘅之前咧，佢都要揀定邊幾位係可以做守門員嘅。好啦，咁但係就話佢可以喺下一場比賽嘅時候咧，可以再選擇呢位係做守門員啦，定係做呢個長區嘅球員都可以嘅。咁頭先提過啦，就係守門員受傷只可以用餘下嘅場外球員替換啦。咁當然都要求證。是裁判员是需要得到裁判员同意的。好啦，呢度头先球员人数提过啦。好啦，咁喺比赛开始嘅时候咧，要择豪方式决定嘅。咁呢个咧，亦都会用翻沿用翻咧，择豪赢咗嗰方咧就会选择长区，输咗嗰边咧就先开波嘅。咁而下半场咧就会系交翻换啦，另一队开波啦，咁同埋交换长区嘅。咁而守方即係被攻入一球嘅時候咧，就守門員可以即刻開波嘅。咁即係話其實一收到一俾人入咗波咧，咁龍門會繼續開翻波嘅，就會可以。好啦，守門有啲規則嘅，for守門員嘅。咁守門員咧係唔可以直接射波入對方嘅球嘅網啦，同埋咧佢係唔可以離開禁區嘅。而守門員咧係唔可以持球超過5秒啦，即係話佢開完時間啦。咁守門員咧開球嘅方式係有兩種嘅，一係咧佢用下手嗰個波碌出嚟，咁同埋咧佢碌出嚟嘅時間咧就唔可以高過咧嗰個圍板嘅，咁否則咧就會判翻俾對方呢一個中線嘅自由球。好啦，咁而另一個方法咧就係話守門亦都可以用擺低個波，用腳踢開踢出嚟開波，咁但係就呢個就冇再冇踢出嚟嘅波就冇高度限制嘅。咁有一點要注意咧，就係守門員咧就唔可以用手接翻自己球員嘅回傳啦。呢個都係同一個一般嘅比賽都一樣啦。咁如果有犯咗呢個規咧，就會判對方一個嘅定點罰球嘅。好啦，而呢個禁區嘅規則啦，即係話有啲規例嘅喺個禁區嗰度。咁而守門員咧同埋以外嘅球員都唔可以進入對方或者自己一方。嘅禁區嘅，咁而當腳接觸到禁區線或者踩咗入禁區嘅區域，就代表即係話咧，嗰個球員已經觸犯咗呢個規例啦。
咁而守門員同樣啦，如果佢嘅腳接觸到禁區線或者踩咗出禁區線嘅外邊咧，亦都代表咗守門員犯咗呢一個禁區嘅規例噶咯。咁如果守門員喺進入自己一方嘅禁區啦，守方球員進入咗自己一區咧，就禁區咧，就對方會獲罰一個判一個定點罰球嘅，即係話守方嘅球員犯規。好啦，如果同樣啦，如果守門員出咗禁區，對方亦都可以判罰一個定點罰球嘅，即係話同守方球員一樣啦，入咗嚟或者守門員出咗去。好啦，如果攻方球員進入咗對方嘅禁區，咁對方咧就即係話守門員嗰方咧就可以獲得一個自由球，就守門員就可以隨時喺禁區入邊開出。咁如果雙方幾乎同一時間即係入咗個禁區嘅話咧，咁如果大家都冇犯規咧，球證就會判睇下會繼續比賽啊，定係判罰某一方啦。咁球證會最後個判作出最後嘅判決嘅。好啦，呢度有一個特別啲嘅規則咧，大家必須要留意嘅。咁球隊咧係三個場外嘅球員咧，必須都要有一名嘅球員咧長時間係喺對方嘅半場嘅。咁好啦，如果有犯規嘅話咧，就對方好會喺中線咧獲一個自由球嘅。好啦，當然啦，如果球隊多次刻意犯規咧，球證會有權判罰嗰個球員黃牌嘅。咁如果球隊唔足四人在場咧，就呢一項規定就會唔適用嘅，即係話其實有人俾人趕出場嘅話。好啦，呢度咧有個幾幅圖咧，可以大家可以比較清晰咁睇一睇。好啦，咁喺最左手邊嗰度咧，就話即係意思就係話，其實最少有一名嘅球員，即係話紫色啦。如果你大家睇到就係話，其實有一個紫色嘅球員咧，其實佢就喺咗對方嘅場區嗰邊嘅。好啦，咁但係當然啦，即係話如果多過一個人喺對方嘅場區，梗係可以啦。即係話最少一個嘛。咁但係冇咗上限嘅。好啦，當最右手一邊，即係話如果你見到黃色嗰邊咯，好啦，佢哋黃色嗰四個球員都喺曬自己嘅一方咧，咁咧就會出現一個犯規嘅情況出現啦。即係話犯咗呢個必須有人留守對方半場嘅一個呢個規則啦。咁呢度應該大家清晰啦，睇咗幾幅圖之後。好啦，以下情況之下咧，就會判罰一個罰球嘅規例嘅。好啦，如果守方球員啦進入自己禁區啦，其實頭先都提過啦。咁如果其中一方連續三次回傳俾守門員，即係其實有少拖延時間嘅話咧，即係話其中中間冇對方球員接觸過波咧，即使佢唔係守門員唔係用手接咧，其實都係會有一個犯規嘅。咁守門員喺禁區入邊持球五秒啦，頭先提過啦，守門員用手。接返自己球員回傳啦，守門員走出禁區啦，或者即係行咗出禁區啦，或者禁區入面出現咗啲犯規嘅動作嘅，即係話守門員有啲犯規嘅動作喺禁區入面嘅，都會判罰一個呢個定點罰球嘅。好啦，呢個定點罰球係點樣係去執行嘅呢？主射定點罰球嘅呢，就會嘅球員呢就會將個將個籠個波咧就會踢向籠對方籠門嘅，即係話踢咗出去咧就會已經完成咗噶啦。咁即係話開始嘅時候咧，主射嗰個球員就喺中場開始帶波前進，佢隨時都可以射波嘅。咁、那個過程必須連貫同埋喺十秒鐘之內完成。而守門員佢幾時可以出嚟咧？就話守門員將個波當個波見到個波一開始喐嘅話咧，佢就可以離開球門線向前鋒位。咁如果呢、這個波一射咗之後咧，就唔會設補射或者角球嘅，即係無論入波或者唔入波嘅話咧，都會由守門員去開波嘅。根據頭先我提嗰兩個方法，好啦，而球證亦都會喺以下嘅情況判罰一啲自由球嘅。好啦，咁所有頭先除咗頭先提過嘅定點罰球啦，咁一啲一般嘅犯規啦。或者呢個係比較特別少少要留意啦，球員係唔可以雙手同時撳住個圍板嚟到做一個平衡或者阻礙對方咧去攞佢嘅波嘅，否則咧就亦都會判一個自由球。咁呢個頭先提過啦，攻方球員進入對方嘅禁區啦，咁判一個自由球，守門員就喺佢禁區踢出。好啦，所有嘅自由球都係間接自由球嘅，即係話咧佢踢第一個腳咧都會個波需要有個明顯移動，而唔可以直接射入網。咁對方嘅球員咧，必須要離嗰個自由球最少兩米嘅，亦都係。好啦，
其他嘅一啲嘅重開比賽嘅一啲方式啦，橄欖球啦。如果波越過咗圍板，咁就出咗界咧嘅位置咧，另一方咧就會將用手將個波下手碌翻入場嘅。當然亦都唔可以高過圍板啦。咁所有界外球亦都係間接嘅，即係話意思唔可以直接碌入對方嘅籠門啦。咁同埋呢個對方咧需要喺兩米位置之外嘅。咁好啦，角球啦。如果守方足球出咗界，攻方角球咧，咁攻方咧就會係用下手將個波碌翻入場，亦都係唔可以超過圍板嘅，同埋對方亦都需要守方球員亦都需要離球兩米嘅。好啦，龍門球啦，即係龍門球頭先都提過啦，即係話守方嘅守門員取得嘅控球權之後咧，佢可以用下手將個波碌出嚟啦，唔可以碌過高過圍板啦，或者放低用腳踢出。咁就冇高度限制嘅。好啦，咁呢個就係呢個其他重開嘅比賽嘅方式啦。好啦，犯規。好啦，如果當有犯規，如果需要出示黃牌嘅，咁該名球員咧需要停賽兩分鐘，即係話嗰隊咧會同呢個時間踢少兩分鐘。咁而該名球員咧係喺呢一場賽事係唔可以重返球場比賽。兩分鐘之後咧，球證會有提示噶啦。就會由佢球隊嘅另一方另一個球員咧，就即係後備球員咧，就補翻嗰個球員嘅。咁喺停賽嘅兩分鐘期間咧，咁被罰嘅一方咧少咗個人啊。咁但係咧，其實佢哋就算俾人入咗波咧，都唔會可以即時補翻一個球員入嚟嘅。即係話咧，佢一定要停佢一隊波咧，一定要停曬嗰兩分鐘踢少一個人嘅。好啦，停賽執行咧係會跨過嗰個中場嘅，即係話佢喺完場前一分鐘被黃牌警告嘅話咧，佢會喺半場前一分鐘停賽，而下半場開波嘅時候咧，嗰一隊波咧就會踢少一個人嘅喺頭一分鐘。好啦，紅牌啦，紅牌驅逐離場咧就話嗰個球員咧就唔可以參加該場嘅比賽啦。咁被罰嘅一方咧喺餘下嘅比賽時間都會少一個人比賽嘅。咁紅牌球員驅逐出場咧，佢需要係下一場停賽嘅。好啦，當如果有一啲嚴重嘅犯規啦，即係話好刻意嘅犯規啦，或者球場上對於裁判員啊、觀眾或者其他球員作出一啲好不能接受嘅行為，咁裁判員會作出判決，同埋賽會亦都會作出一個判決嘅，會俾意見嘅。咁會判嗰個球員或者整隊球隊咧。被驅逐離開整場賽事嘅，咁或者餘下嘅所有比賽都唔可以參加。好啦，如果該隊球隊因為紅牌、黃牌或者後備球員不足而只剩兩名嘅球員啦，包括即係例如有兩名，例如兩分鐘內連續兩張黃牌啦，咁即係話咧球賽會立即終止，該隊判0-1落敗噶啦。好啦，計分方法咯。勝方三分，負方零分啦。如果和咗個比賽咧，就將會以突然死亡方式嘅射嗰個頭先講解過嗰個定點罰球決勝負，直至分出勝負嘅。咁賽和之後嗰個定點罰球嘅時候咧，如果決勝到勝方嘅時候咧，就會勝方會攞兩分，負方會有一分嘅。而賽後嘅定點罰球咧，就唔會計算喺小組得失球嘅。好啦，主射定点罚球球员咧，只限喺场区入边嗰三名球员开始射啦，轮流射啦。咁守门员及被换出嘅球员都唔可以射嘅。咁每轮嘅球员只可以射一次。如果完成咗三个嘅球员都未分出胜负咧，咁场外嘅球员咧可以继续系啦，三位外场嘅球员可以继续重复射波，直至到分出胜负为止嘅。好啦，小組排名咯，咁計累積總分啦，介少黃牌同紅牌啦，對賽成績、得失球、得球數目、失球數目，咁跟住咧就如果上邊嘅都不能分出次序咧，就將會再由裁判贊號決定嘅啦。好啦，咁球例講解咧就嚟到呢一度啦，咁我就交翻俾大會啦。咁如果有啲咩情況需要再發問咧，就可以向大會查詢嘅。好，唔該曬。好。
我哋多謝，再一次多謝足總嘅代表。咁接下嚟咧，我哋就將時間交俾大會，去到進行今日嘅抽籤儀式。咁我哋將時間交俾家族嘅代表 Benson。好啦，咁啊，最緊張嘅時間咧，我就要揾進昌行阿楊 Sir 出嚟幫手啊，幫我哋抽籤嗱。一陣間咧，你抽咗出嚟之後咧，搞勻佢先啦。抽咗出嚟之後咧，你就攤張紙，我讀咗個名之後。他們就會在這裡會黏個名字上去的了，你之後你就用完那些就放下去再抽下一個 OK 麻煩了、我們大家看到我們今天進昌行無家者世界盃卡迪夫城2019香港區籌款賽抽籤就是正式開始的了。我們是有分開有八組的、就有由 Group A 至到 Group H，咁樣第八組咧就係有五隊嘅，其他每一組都係四隊嘅嚇。咁樣因為我哋加埋係33隊嘅，今年有 OK。咁啊，楊 Sir 麻煩你可以開始啦，我哋。係，我哋而家係抽 Group A 嘅第一隊係 A 一嘅 ，A 一係 Asia Ray B 隊，啊，可以放喺嗰度得啦嚇。跟住可以抽第二個噶啦。OK， 而家就係 Group A 嘅 A 二嗰隊，哇，個名好長啊！香港業餘足球訓練總會成人足球訓練班係 A 二嘅，可以繼續，唔該。OK，A 三嗰隊咧就係 E Banner， 嗱 ，E Banner 係每一年都係佢幫我哋砌個圍板嘅嚇，咁樣圍板咧我哋。比賽嘅時候係好重要嘅、因為今次我哋圍板賽個波係唔可以出個圍板嘅。OK， 繼續唔該。好啦 ，Group A 就係 A 四啦，而家 OK，A 四就係標準針標，標準針標咧係新嘅一隊嚟嘅，今年係嚇佢係新參加嘅。好啦，咁我哋喺 Group A 咧就係、是、有四隊已經出咗嚟啦，就 A 一 Asia Ray B 隊 ，A 二香港業餘足球訓練總會成人足球訓練班 ，A 三 E Banner，A 四標準針標。OK， 咁我哋可以開始 Group B 嗰度啦。谷 B 嘅 B 一就係香體路，嗱香體路咧亦都係我哋好多年都支持我哋嘅啊，參加咗好多年噶，佢個名字改得很好好噶，香體路啊。OK， 跟住就係 B 二啦 ，Group B 嘅 B 二。OK， 係 Hong Kong JC and Friends 香港賽馬會嗰度嘅，係 B 二。香港賽馬會亦都係好支持我哋街足嘅，同埋我哋無家者世界盃嘅，佢亦都有贊助咗我哋好多年噶啦。OK， 咁啊 B 三咧就係 Asia Ray A 隊，可以繼續。OK，B 四咧就係天龍足球隊嚇，天龍足球隊。OK， 咁我哋 Group B 亦都抽到係 B 一香體路 ，B 二 HKGC and Friends，B 三 Asia Ray A 隊 ，B 四天龍足球隊。OK， 咁我哋而家跟住就係 Group C， 第一隊係 C 一 ，C 一係和富社企，和富社企都係我哋無家者世界盃。第一次一開始嘅時候咧，就同 Soco 兩個合作去贊助依個嘅無家者世界盃嘅足球比賽嘅嚇，十五年啦已經贊助咗。OK， C 二。OK， C 二係 Conica Mendota 嚇，依個亦都係
支持咗我哋好多年噶啦，都系由第一年开始佢都有派嘴嚟比赛嘅吓。跟住 C 三。是雲昌體育會 OK 跟住 C 四 OK 津里集團啊，亦都係參加咗幾年噶啦 OK 咁我哋 Group C 咧，亦都係四隊抽咗出嚟噶啦 C 一係和富社企 ，C 二係 Konica Minota。C 三是雲昌體育會 ，C 四是津里集團。OK， 咁我哋跟住落去就係 Group D 啦，唔該。Group D 嘅 D 一係人幻奇英，個名改得好特別嘅，人幻奇英。OK， 唔該，跟住 D 二。曙光足球队啊，呢、這个系我哋即系叫做胆嚟噶啦，波胆噶啦吓，每一年佢都系有派队出嚟比赛嘅，亦都系我哋无家者世界杯嘅前球员。OK， 跟住 D 三咧系恒隆足球队。D 四是煤氣公司，煤氣公司亦都是今年新贊助我哋無家者世界盃嘅足球嘅。OK， Group D 咧而家亦都抽出嚟咧，就係 D 一係人幻奇英 ，D 二曙光足球隊 ，D 三恆隆足球隊 ，D 四煤氣公司。OK， 跟住我哋就再下一組啦 ，Group E 啦，唔該。E 一是青年廣場 OK E 二是利記 A 隊，因為利記呢他也是贊助了我們很多年了，他每一年他都是出兩隊的。跟住 E 三係馬鞍山之友，馬鞍山之友咧亦都係參加咗好多年噶啦嚇，佢哋都好支持、好贊助我哋依個活動嘅。跟住係 E 四係 HKICPA 係會計師公會嚟嘅嚇，佢亦都係參加咗好多年噶啦，亦都係我哋第一年開始已經有參加噶啦。OK， 咁樣 Group E 亦都抽咗出嚟啦。咁樣就係 E 一係青年廣場 ，E 二利記 A，E 三馬鞍山之友 ，E 四 HKICPA， 唔該。跟住係 Group F 啦 ，F 一係 ESI。OK， F 二係 Circle Tech。F 三係 LOC 靈愛。OK，F 四係 Icicle 咧，亦都係由第一年開始贊助到而家噶啦，嚇佢同埋亦都係幫我哋咧設計咗好多啲 T 恤啊，嗰啲都係靠佢哋有啲 designer 啊，同埋佢哋印刷啊嗰啲好靚嘅。OK， 咁樣 Group F 咧亦都係抽咗出嚟啦。F 一係 ESI，
F 二係 circulating，F 三係 LOC 零外 ，F 四係 icicle， 跟住下一組啦，就係 group G， 唔該。OK，group、okay, G 就係 MUSS 老師聯隊。G2 就是我們今年是進昌行贊助我們無家者世界盃去卡迪夫城2019香港區選拔賽的進昌足球隊。OK， G3 是 Vico， 他亦都是贊助了我們很多年的了，這隊OK， G4 啦， G4 是利基 B 隊。 OK， 咁啊 ，Group G 咧亦都係抽咗出嚟啦。咁樣 G1 就係 MUSS 老師聯隊 ，G2 就係進昌足球隊 ，G3 Vico，G4 利基 B 隊。OK， 咁啊，而家抽最後一組啦，就係 Group H。話楊生你都好喎，因為嗰啲冇相同一隊自己啊內控喎。OK， 跟住落去就係 SF Express Hong Kong， 即係順風足球隊啦。OK， 跟住嗰隊係青少年足球領袖2019。H3 加柏百貨。 OK， 最後兩隊了， H4 現在哇這個名字好撩撚，不是漏了個字，賽後你點睇？你點睇？ OK， 最後一隊了，H5 是啦，咁啊，最後一隊，唔該曬嚇，好啦，咁啊，唔該曬楊生，好嗱，咁樣我哋今日嘅抽籤咧就齊曬啦，嗱，咁樣 Group H 咧就再講多次啦，就係 H1 就係 SF Express Hong Kong，H2 就係青少年足球領袖2019，H3 加柏百貨 ，H4。賽後你點睇 ？H5 2019無家者世界盃香港代表隊，好啦，咁樣今日嘅抽籤咧就係、是、依一度齊曬啦。咁樣餘下嘅時間咧就交翻俾JSR 嘅佩同埋康兩位，唔該。好，再一次唔該 Benson， 唔該楊生，係啊，喂，肥康啊。好似你都有踢呢個比賽喎。係啊，其實我今年係第七年參加㗎啦。咁我就係效力香體路嘅。咁你呢，你好似都踢咗幾年㗎喎。係啊，今年呢我哋JSL 呢又做咗隊新嘅波，就叫最撩撚嗰隊。賽後你點睇？係啊。哦，賽後你睇啊嘛。係啊。點寫個字寫點字啊嘛。寫出嚟。唔知我哋個名字特別㗎，你哋個名字都好似好特別㗎喎。是啦，咁我哋其实全名咧就叫香港青少年赛马会记者培训计划露天足球队，就叫香体露啦。哎，个名字太长了，我唔系好记得。咁你嗰个全名又叫咩名字呢？哎呀，我又觉得有啲可惜啦。本身咧，我谂住咧，我哋同组可以追击你哋嘅，因为咧嗱，我话说我哋对波咧就系由我哋 JSL 第五至七届嘅学员组成。咁你系第一届我哋大师兄啊。咁我全隊波全名咧就叫香港賽馬會青少年體育記者培訓計劃後輩暨李德能學生體育點評隊。咁其實咧，你嗰隊咧雖然係五至七屆啦，咁但係其實我哋嗰隊咧都有第一、二、三、四、五、六屆嘅球員咧，嘅學員咧都有一至兩個咧滲咗入我哋嘅隊波度嘅。
咁啊，或者讲下你嗰队波啊，你嗰队波其实嗰一啲对手点样啊？其实好似有啲踢过噶，我见你。系啊，有好相熟啦。本身我前嗰几年咧都会帮手喺青少年足球领袖计划嘅球队度帮手踢波嘅。咁呢个亦都系赛马会嘅另外一个关于足球嘅一个发展计划啦。咁我都見過，我頭先喺隔離咧都不斷揾飆冷汗噶啦，好似順風速遞啦、一嚟雨往咧都係強隊啦、而且有隊首當其衝，絕對冇人懷疑佢哋係強隊嘅香港代表隊啦。咁我諗我哋要加緊練波先得啦。咁啦，如果講我哋咧呢個分組形勢咧，其實 Asia Ray 咧，我哋基本上每年出咗線都會對咁滯噶啦，年年都好激烈嘅，啲比數都好大下嘅。咁讲真唔好乐观，係啦，呢度火药味有啲浓，係啦。咁你觉得边队会最有冠军相啊？虽然多啲咁嘅新嘅球队啦。最有冠军相咁冇咗以往一如嘅话一啲好强嘅队伍啦，咁我哋熟悉好多，有啲队伍都冇参加啦。咁今年多咗好多新嘅面孔啦，咁我唔知道新嘅面孔一啲新嘅球队嘅实力如何啦，可能進槍行嘅球隊都好厲害咧，咁佢哋頭先楊生都講到明啦，佢哋係跟隊員係佢哋公司嘅一啲同事都一齊踢開波，一齊夾開波，夾咗一段時間噶嘛，咁我覺得實力都一定不容忽視嘅。咁咧，我哋咁不如就15、16號去麥花臣度睇下邊隊會係出15號邊隊會出線，16號邊隊可以攞冠軍啊？或者咧，其實如果到時咧唔能夠親身嚟到現場之前，每一隊球隊嘅朋友都唔緊要，記得留意翻我哋呢一個 Facebook page， 留意翻我哋嘅直播。我哋喺16號嘅晏晝，亦都會為呢個賽事進行直播嘅。到時候約定你哋，拜拜。